各位同心，我们现在上课哈。这节课一样由我们的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哈，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咱各位同心，大家赞，大家好。咱们做练哈。好冷哈，尤其那南部起来都会觉得特别冷啊，又湿又冷。我昨暝开两包暖包哈。我问北部的人，伊讲还好呢，所以感受不一样了哈。那来南部吼，你会感觉讲，哎，高滨地区的太阳特别大哈，足温暖的。好。那拄啊听秘书长讲，莫名其妙。咱台湾人他会用变作中国人咧款待，所以我定咧用动物比例啦。日本人第二次世界战败了，吼，中国军来了，把日本人拢遣送等于日本西大岛，吼。迄阵拢讲日本人，啊嘛讲包括咱台湾人讲日本狗，咱台湾人又讲日本的糟糕，嘿，我就想讲日本人走了，二八事件发生，吼。台湾人流行一句话，讲狗去猪来，对不？哇，中国猪来嘛，中国猪来，干那也要食，也要吞，吞到安尼好，台湾乱糟糟安尼。较早日本时代无违建呐，违建是中国人来了，较开始有违建的哈。啊，伊就是因官官相护哈，会当你若有关系，起违建拢无代志。啊，你无关系，无要紧，你也要送红包、送钱。违建嘛无代志，吼，违建就是安尼来，吼。日本人、日本警察咧管理台湾，照政府的规定、法令规定，吼。所以日本无咧送红包，所以陈仪中国军来咧讲，我们不收红包，台湾人听无？什么叫做红包？迄阵台湾人唔知啥物叫红包，尾下咧申请证件咧，吼，要做生意爱申请商业登记啥，啊，请袂过。哦，到尾啊，有人去点讲啊，你都要送红包，送的拢贵。哦，较台湾人较开始知影红包有这个好处哈，爱、哦、打通关节哈、哦。那么狗去猪来，后壁阁一句，日本人迄阵日本警察咧管台湾人足严的哈，伊迄阵要甲台湾管做变一个模范的殖民地啊，所以想要好啊在台湾。好啊，地理啊，所以管足严。所以迄阵警察足有威严，咱拢讲警察大人，对无？哎，啊，日本警察日本转去了，中国人来做警察，大人判刑，剩警察尔。啊，愈做愈歹，台湾人话变讲警察啦，啊，看尾音就搁较细啊，啊，警察啦。搁来连警察也毋是哦，讲地无爱，对吧？搁来连地无也毋是嘞，讲插头啊。搁来讲连插头也毋是，讲啥？合法派遣的流氓，有无？伫夜店咧敲代志，敲到用啥个红龙的公共事务啊？啊，所以中国人咧做愈做。警察愈无威严，就是无照顾百姓，是拢照顾伊个荷包，吼咧敲代志。当然迄是小部分啊，因即马总是民主时代。那么所以，然后换狗去猪来，后壁佫加一句讲叫做“闪就换闪赛”，好吧？日本警察迄个威严若来吼，迄阵个囡仔若咧考虑讲，等下佫叫警察大人来。囡仔听了准袂哭，你看迄日本警察大人迄威严，但是中国人来做警察做到安尼，吼、哦，无人会惊，吼、哦，佫看轻，吼、哦，所以狗去猪来，闪就换闪在，啊，或者来佫较食力，中国军来佫较食力，吼、哦。那么我想讲，我若讲，阮阿嬷都拢日本人，生阮爸爸妈妈。嘛，日本人，较奇怪，生得我变中国猪，
哦，讲日本教生来已经爱教啊，结果我发觉来讲生来变中国低啦，哦，所以我足不服气的哈，足不服气，即卖还搁了中国低咧管。我拄啊，就咱比如你讲基因改造，还是基模人哈？你若要甲照得啊，伊不爱照你哦。但是你若讲有外来访客哈，和爱斯基摩人会作甲你交代，翁阿婆吼房间吼，伊要照报互你啊，倒也无爱照你，啥物原因？因为我若倒也照你吼，倒也伫迄阵当时爱斯基早期啦吼，吼都比如两百年前，迄阵刀具生。足珍贵的物件，爱斯基摩人也无啥物文明，好不容易来有摕到一支刀啊吼，伊咧刣遐鱼啊吼，也是白纸上足好用的。但你要甲照迄支刀啊，唔爱照你，你甲照某也照你，伊讲某用袂歹，迄是因啊，其实迄是啥？因就是要外来的基因啊吼，你外趁侪只人去交代就是。总部给你交代安尼，吼，而且是因取得外来的基因的一个途径，啊，那无因一定，跟他讲迄个部落咧生团，会像比如讲作者白痴，吼。好，今麦过来讲，咱过去台湾人吼，去看中华民国选举，选一个白痴的总统出来，吼，我请问。这六七年来，您过了好不？不好哈，这大家的共同的共识哈，爱不好就是原因嘛哈。我来讲一个故事，我今仔放较轻松的，哦，无今仔规工的哈。啊，那位透早就安尼硬冰冰吼，我是将来作忝的。就是伫美国开一个啊显微手术的医学。国际研讨会，啊，也不需要下午茶时间吼，啊，三个医生伫这个左廊咧开讲，林嘉宾开讲，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台湾的，啊，日本医生在咧臭屁讲因的显微手术外高，伊讲，阮十当前一个五岁小朋友，坐落地铁吼，伊有迄个火车抢救到一个脆脆脆。阮用显微手术甲接倒转去，吼，血管拢甲接好。十年后，十五岁这囡仔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冠军，表示接了足好，足灵活。啊，即嘛美国这就讲，吓，啊，我嘛一个十岁小朋友吼，车去弄一个脚断，还截肢。啊，阮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起去吼。十年后，伊二十岁参加奥运招标比赛，嘛得冠军，哦，嘛足牛的吼。啊，即嘛在等看台湾这边臭的，台湾咧笑着啊，迄个好啥？阮二十年前哦，二十年前有一个四十岁中壮年人，嘛是车弄一个头壳破的，脑汁拢喷出来。啊，阮用低的脑甲移植入去。啊！迄个即摆伫台湾咧做总统，安尼猪脑袋。啊，不过咱要管个不得不去，民不聊生有无？吼！即摆他连唔是用猪脑袋咧管台湾咧，伊即摆伊正常讲食鹿茸是咧食鹿啊耳孔的毛对无？吼！鹿茸讲叫做鹿啊耳孔毛。所以现在不是用那个猪脑来抵抗，比那个还不如。他说用猫来抵抗，对吧？毛治国，对吧？啊，所以作者那里哈，好，应该睡不饱的，现在应该我那精神好了哈，笑笑较好，好啊，无不要咧爱困哈。好，来，咱进入咱今个主题哈。讲不完的哈。那么，刚才殖民地
吼，伫战后，吼，根据联合国的这个宪章，殖民地吼，因会当家己起来独立，吼，家己来管家己。那么神圣不可分割的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所以无法度割让出去，也无法度独立，吼。所以统独是个假议题，因为无可能嘛，你要独立，这唔是台湾，唔是无主的土地啊。是日本天皇的啊，你要甲独立为对伊，吼、哦，统一嘛是假议题，安那？啊，即块着有人的啊，有主人的，你要甲看啥物人提议南南做一个，吼、哦，啊，所以统独都是假议题。而且咱台湾即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凭什么我台湾人要跟你去统独公投？这人的啊，这日本天皇的。所以，迄种假议题。过来，咱来看菲律宾的独立建国的模式吼。同款，原来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了签一个巴黎合约啊。美国从西班牙取得菲律宾，这里是合法的哈，这有经过国际条约哈。那么，受制于非独反抗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嘛有独立分子叫做非独哈，在反抗组织弄伊骚扰美军，伊攻打美军的小迄个营地哈、啊，所以美国不时的派美军去甲追剿，但你等菲律宾哦四千几个岛，你去遐拍，伊就走迄个岛，你搁照个岛，伊搁走迄个岛吼、哦，美国可能头壳冒咧烧，所以。未来美国要求这个反抗军的领袖来谈判、来协商、来，你搁我美国关十档，啊，这十档，我给您自治，啊，伫美国军事政府下自治，哈，啊了，我给您独立，这十档就是美军政府指导下，叫菲律宾家己学习领导菲律宾，了，他给您独立，但是这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好，一直啊，麦克阿瑟甲菲律宾的总统一直作为撤退去澳洲。那么，就是世界战后日本投降，结果在1947年7月7日，在美国的合作之下，哈，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所以，你要跟美国合作，菲律宾才会当独立建国成功。你若无跟伊合作，啊，绝对美国无可能帮你，让你独立。哈、哦，你一定要亲美，你要组织一个自治政府，啊、哦，你嘛要亲美，跟美国合作。哦、所以台湾人，咱即卖台独分子，哦，哪里反美，安着绝对无可能。所以是安那，民进党，人家拢较早叫做独立建国派。我早期原来就是这个思想，希望台湾家己当家做主，好无？这款口号话了听了足爽的，但是咱大日本帝国战败，台湾被俄向迄个美军占领，咱得爱暂时效忠美国，这是暂时的。我们最终嘛是爱回归大日本帝国，哦，像这个琉球模式，咱来回归日本。那你最终效忠对象就是日本天皇啊，这个观念爱好。咱即马暂时效忠美国，美国军事政府交代咱的，咱照伊所讲的，一步一卡印配合美国，安尼美国就会愈早予咱台湾人自治啊，愈早自治，台湾就愈早，都毋是建国啊，因为咱头拄讲过，台湾没有独立建国的这个条件，因为。咱不是无主土地哈，咱只干来当像较早，佮等于大日本的母国来滴哈。过来，立陶宛建国模式啊，这个立陶宛都在伫这个乌克兰边啊哈。那么第二次战后就随后苏联佮并吞哈，但是伊伫1990年3月才宣布独立，这是伊的民间议会佮伊宣布的。但是阵咧，国际社会拢咧观望，啊，即个大国家美国、加拿大也无甲支持，
无甲承认，因为你毋知生金啊、生计哈。但是立陶宛的人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好，迄届选举投票率低于50%哈。那么国际社会就知影立陶宛的人民的需要，因为在想啥，所以国际就知影讲，哎，无要承认苏联抵立陶宛的合法的统治性，因为投票率遐低，就表示立陶宛的人无要搁予你苏联军管。所以1991年，吼，因九月七日完成独立，啊，迄阵苏联知影讲大势已去，伊点头率先甲承认了。所以咱来讨论讲立陶宛抵制选举的意义，来比对讲咱台湾人去参加中华民国流亡总统这个政权的选举，甲投票的效果。好，咱来看讲，总统大选迄天，你若伫中华民国身份证打入去投票所，第一单先输一半，输一对，等于你承认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唔该提迄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打入去投票所去参加伊的选举，咱就先输一半。咱日本的台湾人，你乃去承认迄个身份证、迄个身份，你甲参加选举，过来，搁伫自由意志下秘密投票，投出来结果，哦，你来看2008年到2012年，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全世界的人拢会讲，哎，恁家己欢喜甘愿连续两届拢选赢，迄个赢迄个是通牌马英九，起来做领导人。啊，所以一个意向就予外国人认为讲，恁台湾人拢希望跟中国统一，所以恁会选通牌马英九，安尼对无？安尼是毋足得力嘞？好，所以咱本土台湾人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亡体制下各县市的选举啦，你包括议员、议员啦，吼，还是总统大选，拢毋通去甲伊选。你参加因的选举，你就认为讲，咱是高国，啊，走去跟低咧，低咧选低王，咱走去跟低咧选，就失去你做高的身份了嘛，吼。过来琉球反乱模式，吼，琉球伫1952年，吼，成立琉球民政府。伊嘛有伫美国规定的吼，因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安那分立，即拢因琉球人家己组成的吼。那么伫1948到1958这十年，用美巡军票代替币制，58年以后，较用美金吼。那么1972年琉球反乱进程，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才能离开琉球，琉球等于是日本国的境外啊，因为迄个美军占领哈，啊，是这里就是当时的旅行证明书啊，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以将来咱台湾民政府驻地的时，啊，咱嘛是会发这个旅行证明书啊，也类似这张啊，这 travel document， 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啊，咱来发类似这个啊，来叠这个完了功能跟这个 passport 护照同款啊。好，那么1972年6月17日，美国跟日本签琉球反乱协定，而签这个反乱协定之前，因已经有一个协商啊，讲我日本爱赔偌济钱给你美国，你卡要甲琉球还我。美国迄阵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日本迄阵已经复兴起来，有钱啊，甲这条钱交了，所以因甲签这个琉球反乱协定。根据1972年所签这个琉球反乱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甲琉球还予日本啊，啊，这属南洋岛，啊，你要注意，拢无办公投吼。所以伫台湾。常常阿扁的他們這些獨派常常要用要獨立公投齁，這都有這都打著美國的風線齁，因為美國很怕你們台灣人69年，現在今年算第70年了，那個國民黨洗腦洗到2300萬是
纯的中国人，剩的2000万人，哦，这大约了哈，其中一半1000万人洗脑甲变中国人，跳去跟中国人合作伙啊。所以大概咱总统选举大部分呐，一对一的吼拢输，吼、哦。啊，美国足惊，吼、哦，2012年咱选输，独排输，谢长廷2008输200万票，小英2012年输80万票。哦、所以这足严重的哈。过、哦、来，咱来看琉球伫美国军事占领下卡伊的指挥结果，这是经过琉球已经琉球反团啊哈，差不多20年后，一挂解密的资料，经过日本的这些专家、历史学者，落去甲找出来。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啊、哦，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啦哈。哦下卡的国防总省就是国防部，下卡有美国军政府、啊美国民政府，这个单位较有资格命令下指示，予琉球政府，哦，予这琉球政府来管冲绳这些住民 ，OK？ 啊，这你甲换做讲来，美国的国防部下卡有美国军政府甲台湾民政府，哈、哦。依靠资格下令，予咱台湾政府，所以遮台湾民政府这个民是安来挂号，就是将来咱自治的时，这个民就提掉，变这个台湾政府这个位置，哦，美国军政府下指导区予咱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哈、哦，台湾政府，啊，咱来管台澎这居民、这住民，安尼，将来咱还是依照这个指挥啊指挥结构哈。哦那么60几年，你卖差不多70年哈。中国党国教育下，咱台湾人又教做洗脑，变做中国人认同中国啊。所以2012年还是2008年，这个选举的总统选举的统独动作统独公投，结果将变成统派的台湾，再被中国合法并吞。啊，恁家己欢喜观不观呢？所以解放军哪礼拜，外国人。哦、每日安保条约说，敢那师出无名，也要尊重恁台湾人的民主选择啊，恁公投出来结果啊，恁要跟统派阿强啊合作伙啊，我是心足嗲啦咧。哦，这是国际法是合法，哦，真有可能的。到时每日安保条约嘛，很难插手干涉，因为要尊重恁台湾人的选择，所以台湾人将沦入勇士浩劫。咱也看，遐所谓汉人、华人甲社会，就是台湾最落后的时代。哦，先进的荷兰人来，那一直好管到即马，咱真应该是看欧洲同级的啊。结果中差一个明政时期，佮差一个大清帝国。啊、哦，我定来讲大清帝国，管台湾212冬，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纵贯。台一线，去到屏东，吼、哦，你就知影看有偌两公。人日本1895年来，十年后，就甲家人开到屏东，吼、哦。好，台湾独立建国了后，爱负啥物责任、甲义务、甲风险，哦，咱来探讨者。第一，台湾人爱家己去纳税金。纳税金较有钱来请台湾人来服兵役嘛，吼、哦，来保卫台湾。过来，嘛爱家己去买军事武器，还是家己发展武器，啊，这拢爱开钱对吧？这两个拢爱开钱。军事的、人事的开销，甲武器的购置，哦，这拢爱开足多钱。过来，啊，未加入联合国进程，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法律嘛，无义务出兵干涉，伊也未加入联合国，吼、哦。好，啊，这有一个咧，吼、哦，咱以东帝汶独立建国这里，啊，咱来看，吼、哦。这个东帝汶的这里、個，吼、哦。那么边啊，跟台湾同款，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哦，简称印尼。那么东帝汶伫
1975年为葡萄牙独立出来，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是奥北夫加入联合国，高刚后马上又印尼入侵并占领。1976年7月，成为印尼的东帝汶省哈。了后20年的中间，统独造抗争造成10到25万人的死亡，啊，这有严重吗？好，而且来你来看，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年绝大多数的东帝汶人拢投票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所以讲起来，印尼也戆啦哈。你看印尼迄个入侵，还佫台死遐侪人哈，有10万到25万的死亡，这已经造成东帝汶旧死者多，袂瘾佫等于印尼内底啊。所以，就像共产党发展，共产党有够戆，就较早毛泽东迄个时代，就咧讲要学习台湾。你愈讲要学习，台湾人愈要反抗。好，啊，你若讲，就敢若讲，咱若要约着女孩子，咱是毋是用保守的？好，甲女孩子，好安尼，甲叫名名吼，啊，讲一寡好的条件，讲好，你若嫁我，我有对我会对你偌好，对偌好。啊，毋是啦，牙齿倒啊空啊，你若无要嫁我，要甲伊抬安尼，大家。怕也是照跟他背的，所以阿强真的有够戆吼，所以莫怪你顶位咧骂讲阿强啊，阿大妈控股你有啊，你读下来种地暗蒙头。好，那么因为印尼独立出来了哈，到刚吼，伫这个刚年九月下旬，不到一个月时间，印尼经过西过台西，差不多1700东帝汶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还阁是全世界上散赤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援助，安都敢那一个乞食国家去啊，吼、哦！所以安尼独立有较好无？无较好呢，吼、哦！你若无照国际法律安尼一步好啊来吼、哦，你硬要独立，吼、哦，会造成安尼。啊！即款的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咱无必要嘛？咱毋是无主的国家呢？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呢？咱等于是大日本国就好啊嘛？哦，啊，起码大日本国有美日安保条约啊！啊，你若独立出去，就跳出美日安保条约去啊！哦，你阿未加入联合国进程，你爱独立防止外力入侵呢？啊，咱边海的罗马国家即马阁哦气压压，即马贪有钱了吼！我即马小白个咧，吼、哦。啊，咱来看伫美国政府管辖下来做一寡比较哈、哦。一线之隔，以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哈、哦。这个红色，这个是新墨西哥州；下卡灰色，这个是墨西哥国。哦、啊，这个美国出的这个新墨西哥州了，墨西哥国的人拢伫这个边界拢咧偷渡。想办法要走入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啊，因为许个美国军队占领了这个所在，好趁食，民主自由法治，哦，人民较有保障，生命财产较有保障。但是伫墨西哥国家，还佫敢那较属于部落部族，哦，你若武器，啊，就较赢面的啦，吼、哦。所以真侪人拢咧偷渡要来有法治、有民主的这个新墨西哥州。好，过来。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哈，这个基本不设防，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水准拢差不多，生活水准差不多。我冇听到讲加拿大人要偷渡来美国，还是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除非是作奸犯科人要通缉的哈。所以这两个国家作和平的哈，互相都政府跟政府中间互相信任，所以边界基本上不设防。来，一海之隔，共军占领红色中国，美军占领台湾，啊、哦，啊，但是美军阁委托蒋介石啊来代管台湾，但是起码伫美国的管辖之下，啊、哦，国民党军起码爱做一挂表面工作，啊、哦，嘛爱有民主法治，
给美国看。所以比较的，中华民国完了，蒋介石做袂见着，伊讲这个叫做自由中国。哦，这真正因中国人因足敢讲的吼。伫台湾实施独裁统治吼，伊嘛讲伊是自由中国。啊，你也想，中国人是毋是做啊讲？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好不好？哦，讲到最好听，叫他们中国人抬举中国人抬上，这就是他们自己。全世界有四大魔王，杀人魔王，哦，毛泽东跟蒋介石排在这里面，哦，第二名跟第三名，第一名是斯大林，哦，第二名毛泽东，第三名蒋介石，希特勒排第四名，哦，所以你就知道啊！因国共内战，台敢毋是拢中国人？所以伊咧甲咱骗讲，伊若来台湾袂台台湾人。啊！伊发口号讲要学习台湾呢，所以因家己讲话拢矛盾吼。所以起码台湾伫美国的管辖之下，台湾人较自由。所以二三十年前，中国人做到为福建的平潭偷渡来台湾哇！所以台湾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自治，台湾会当免税，台湾人毋免做兵，对不对？台湾配合的国防要由占领者啊，哦，来负责，是美军占领，你著美军爱甲负责哈，哦。所以咱毋免去做兵，嘛免买武器。我咱台湾即马有够衰呢，美国就是用模糊政策，美国利用中华民国蒋介石。哦，以前伊个武装难民入来台湾，美国因为韩战包啊，去救着蒋介石，救着这些难民。因为尾仔美国发现讲啊，嘛需要有一个坚决要反共的这个伫台湾这个蒋介石来替伊顾台湾，所以开始哦，本来要甲蒋介石哦，看菲律宾要甲收留无，本来要互蒋介石流亡去菲律宾，不然因为韩战包啊，所以美国佫需要一个军事强人啊，佫坚决反共诶。啊，蒋介石当然绝对跟毛泽东势不两立，所以一定利用蒋介石来替伊顾台湾，啊，佫利用蒋介石用中国的歹文化，互台湾人本来足先进诶，佮最终佮取而代落，取而代落，啊，佫无法度跟咱诶日本母国连结。这个日本就强不起来，日本的强就是摕到台湾，哦，日本有法度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因为摕到台湾这个粮仓，哦，因为台湾一年三收嘛，日本粮食欠缺，就是摕到台湾较有资格，哦，因为你若要修建，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不？你得要有粮草，无你战争你若兵啊三更无食饭，未修建啊，软脚。哇！迄支步枪都夹袂起来，免哪捡？吼、哦！所以台湾是一个宝岛、哦。我嘛常咧讲，台湾真正是宝岛。国民党来遮歪七十年啊，歪也袂倒。你看有好无？在因安尼乌白吞、乌白食、乌白歪过，一个花博爱百四亿，好无？安尼希望因安尼吞塌，甲进台湾也袂倒。吼、哦！真侪台湾人讲，台湾真好啊！大家拢有车驶，大家拢有厝，但文化水准有够低，哦，道德拢无道德感啊！日本人，哦，台湾迄阵咧侵略感，敢那四五年前，日本头一届发生迄个侵略感，一个家庭，一对翁仔某咧顾家庭，因日本第一届发生，迄、那个规个家条甲扑杀，迄对翁仔某。敢若讲建设讲，伊把这个机场卫生顾无好，哦，围篱围无好，吼，禽鸟来污染，哦，来传染这个禽流感，安尼拍敢若拍死两个翁仔某自杀死，啊，这就是因日本人知影通建设，啊，这若是许中国文化来敢咱教这台湾人呐，发生禽流感，我知影这禽流感啊，不管我有对无对，赶紧掠掠抬抬卖卖掉。啊，迄就是道德感无去，吼、哦。继续，那么咱的国防军队美国来负责，
咱省落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的理想家园，啊，毋是足够的。啊，都在计较咧，舞这个什么台独运动。我咧讲我家己啦，我较早安尼吼。所以我足感谢咱林志升秘书长，我捌着伊了吼。足济疑问，伫民进党。在建国党无法度达到答案的，拢伫秘书长迄本《新台湾论》内底得到答案，也是秘书长的演讲，也是我有问题甲问。伊敢若内底有藏一只电脑，百科全书伫个头壳内底，直接就甲你讲什么日期、什么条文啊，哦，够厉害。来，啊，咱来检讨讲，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也是。用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讨论，阿扁啊做总统的时候，用台湾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对不？哦，伊就不爱用中华民国嘛。好，啊，咱来检讨，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就敢若讲你要申请身份证，你都要是人，唔可以当去签户政事务所签身份证。同款，你要加入联合国，你都要是。国家，啊，台湾是毋是国家？有，毋是嘛？美国足早就讲啊，2004年的这个鲍威尔，这个国务卿就讲了，讲毋是嘛，哈、哦。国家的认同标准，吼、哦，咱去复习一下，爱有人口，爱有领土，爱有政府，爱有外交权。台湾那是国家，好，咱来检讨是毋是国家。有人口无？歹势，恁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恁是中国人，毋是台湾国的国民。有领土无？歹势，即个领土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台湾国无领土。政府无？即马即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你台湾国的政府。外交权也无。迄二十几个小朋友国家，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用钱去买，派伊的外交官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你家摕来看，看毋是你？是毋是台湾国派人去签的？毋是嘛，所以这四项拢无，台湾就毋是国家，所以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嘛，这足基本的。啊，台湾人拢看，敢若拢有，就敢若讲一只狗，你甲穿西装、拍领裤带、手铐的，就要去户政事务所签身份证，因为伊嘛是人模人样，有脚有手有耳有目睭，好像什么都有。台湾国好像什么都有，有脚有手，佮佮穿西装拍领裤带，所以这气到最后拍穿。所以阿扁啊，把这申请书吼寄去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秘书连看都不要佮看，退件。好，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日趋美战，哈、哦，目前台湾敢若是一个地理名词呢，哈、哦，唔是国家。卡斯讲，台湾若要独立建国，爱有诶五个步骤吼，遵照国际法。咱来看对五个，就是安尼。第一，爱让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吼、哦，甲政权摕倒来了，交咱台湾民政府来驻地，驻地一段时间，哦，可能爱两代，哦，差不多。三十年至五十年了，台湾人讲反洗脑，甲头壳洗清楚，甲头壳内底国民党的本质拢清除了。咱爱要求台湾返还日本，就像琉球返还呢，吼、哦。咱要求咱日本母国去跟美国协商。即马返还日本了，咱若要独立出来，咱爱去要求日本母国的参众议院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这个法院了，依据这个法院来办台湾公投，决定未来。看你是要继续留在大日本国内底，还是要跟大日本国做邦联，好不？像大英国协，哦，大英国协有五个几个国家，大英国协，啊、哦，比如加拿大、是啊，这个澳洲、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这种大英国协，所以大英国协成员国，你莫亲家要甲欺负呢？你甲欺负一个，有五十几个兄弟，那做来甲你修理，你就连面错开啊！吼。那么咱将来呢，买在看大日本国做国协，把他尊称天王，或者西魏元首，就即卖加拿大还是澳洲，伊买是尊英国女王为他们的虚位元首。这个公道哈，来，一定咱若要公道，一定要有法院。请问咱阿扁迄阵咧创，想要做统独公投，敢有法院？无呢哈，无领土分离条款这个法院，所以迄个不合法。OK， 总共有投出来嘛，不合法。OK， 好，我咱来检讨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他拄仔咧讲台湾入联，就是阿扁啊，迄阵讲，我无要用中华民国这個名去跟你抢，伫联合国迄个中华民国迄个代表权，中国嘅代表权，我家己来做一条桌啊，做一条椅啊，我来家己遐买来坐迄个位，无要抢迄个位啊。阿扁也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要重返，就是讲原地迄条椅啊，中华民国咧坐。啊！即卖伊用赶出了，伊即卖要阁倒来抢迄个位，吼、哦！重返联合国就是要阁抢迄个位。啊，咱即卖来看，1971年10月25号，迄、那个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文，这个内文咧讲啥吼？你来看吼，来，伊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奇怪，我北京又跟他讲了袂歹吼，嗯，诶、欸，袂使拍扑克啦，但是都讲袂认真啊，北京伊讲遐准，哦，这唔对吼，歹势我搁连讲一解。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伊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伫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为伊伫联合国组织甲伊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咱台湾人足少安尼咧读吼，所以会读到安尼夹字夹字，这正常吼、哦。所以你爱训练，家己用闽南语讲台语嘛唔对呢，闽南语啦吼、哦。咱拢错把闽南语当作台语，所以有时啊想想诶，无论是北京语还是闽南语，还是所谓台语，拢是中国迄边来。所以咱家己的台语拢胖见啊！咱正港的台语叫做啥物语言？就是高山族咧讲的遐个语言，才是台语。包括平埔族，即十几族咧讲的，这才是正港的台语。我们都错把闽南语当作台语啊！所以无论你用北京语读，还是用闽南语读，拢总是外来语，迄种外国来，唔是咱的本土的语言啊。现在条件你也想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平埔族还是高沙族啊、哦？这点呢，这还这个刚才阴魂不散哦，困扰着我们台湾人哈、哦。啊，你为这个2758号这个文来看，中国从来没有离开联合国的席次啊，只是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啊，换毛泽东的代表来接啊，所以那个 China 那个。中国拢要伫联合国啊，哦，啊，你嘛伫联合国，这个签了这个名牌啦，一直拢要伫咧，只是这伊要换人坐，吼、哦，蒋介石代表赶出去，换毛泽东的代表来坐嘛。咱、来看有无？这个目前即嘛是，这个签啊，拢还佫伫遐，拢无换，这个桌啊，拢无换，只是换人坐呢，换看下啥物人代表中国的政权。即马全世界大部分人拢承认
毛泽东政权吼，共产党政权代表中国，所以是毛泽东因共产党派人去坐伫这个位。中国迄个名拢要滴咧，只是换政府。好，啊，咱来解读 China。你若过去，要不中国这个国家 ，China 是代表瓷器，哇！中国就有发明这个瓷器，白瓷器吼，白色只、金色只，所以欧洲人作爱。迄阵的一个瓷器要运去遐，要不海运的是爱行丝路，所以遐瓷器去到英国、去到法国，变最高档的吼，上时髦的物件，贵松松，可能比黄金较贵。过来，支那，啊，这是日本人用翻译 ，China 好吧？这用英文发音是 China， 好，啊，日本人用支那嘛，啊，这用安尼，啊，中国做无欢喜，中国人做无欢喜，好吧？你若讲支那，中国人就丢开啊，就起笑啊，就了讲啊，这莫名其妙。啊，那用台语读字，菜哪？这音译嘛，啊，即卖因中国吼，咱较早拢台湾人拢讲食国民党有无？食吃哪哈？要食倒位啊？看对了有钱，因即卖拢嘛开公款咧食大顿的吼。即卖都更拆除，看遐个建商、官商勾结哦，拢拆精华区，拆了起大楼，就赚大钱啊，就有通啊分啊。过来，全拿，哪边有全拿哈？好，全拿哈，全拿。啊，这，啊这，中差一挂笑话哈，互恁较袂度过啦哈。好 ，OK。那么，一中华民国名义要创完的那个，伫国际法的规范定义内底，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灭亡就死呀，无法度代表中国嘛。啊，所以当然，尾啊毛泽东的代表去代表中国哈。好，那么。中华民国敢若剩金门马祖是一个残余国家，敢若一只蛇，99%啊，剩1%的尾流要伫遐咧，尿的尿咧，吼，死蛇活尾流，吼。好，那么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当然就无法度反联嘛。那么台湾国还袂出世嘛，免哪入联，吼，一个已经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吼。所以要加入联合国拢无可能，吼。来，咱来讲一个三个精神病患的启示哈，来给大家参考。伫一个精神病院哈，啊，关三个病人啊，每三个月这医生，拢会啊，迄三个请来到伊的诊疗所、诊疗室来评估，看有较进步无，药啊食了有较好无，那无较好爱换药啊，啊，若好就一定放伊出去。所以医生叫因站下来坐头前，伊个白墙壁用起笔画一个门，佮画一个门把。讲啊，恁三个拢好啊吼，会当位啊出去。真正两个都装起来，冲去抢迄个门把，开了要出来，要出去。啊，医生还讲啊，这两个啊无好，还佮关。我一个点点老神在在，哦，医生就笑着，嗯，这个较进步，这个好啊。讲啊，你好啊呢？啊！你来不爱处理，伊阵每徛开门，迄两个笑，啊，迄两个笑的啊！啊，要处理锁匙伫我遮无来，搞我其他锁匙变哪处理？哇！这医生本来期望遮悬啊，摔落去到涂骹，啊，期望越高，摔落越重。本来是讲这个正常啊，唔知影这个搁较严重，夭寿。讲锁匙第一啊，无甲其他锁匙无法度处理啊。这个药爱食一粒，无爱食两粒，哦，爱加食一粒较有效。好，啊，恁来看这三个，这个是不是三个拢无承认家己有病，拢好啊？哦，迄两个认为好啊，要冲出去。啊，另外迄个好个讲锁匙伫我遮。好，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个，就较无台湾医学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当无谈无排。真侪人拢牙香对白，有无？啊，
你拜啥唔知？讲要来中路头前开台，给咱带到抗议。啊，你抗议啥？啊知？啊，多人少就行。啊，反正有便当人食，游览车人钱出便便，好不？真侪即款的呢。我嘛是定去拄，我较早我是知影要去抗议啥啦，吼。啊，有一届就讲，阮回程的是伫桃园休息站民间的吼。啊，阮讲迄个班倒嘛吼，啊，结果阮迟到，啊，就迄阵要去抗议，拢年纪较大呀。啊，阮去遐食的是，阮的位用坐椅啊，阮迟到，啊，阮甲小姐反映，小姐探头看，啊，不要紧，伊都拢拄啊年纪较大，拢白头毛伫遐咧食，用不要紧啊，迄道过食无偌久啊。意思讲，连伊食了完就要走啊，就完完啊。啊，无像听起，敢若讲连伊要带起啊，迄道过食无偌久啊，啊，拢白头毛啊。迄阵，我去参加，我算少年的。好，第三个是独派人士，吼，真自认为讲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啦，好吧？就是民进党遮啦，我民进党党员遮济，我的势力遮大，啊，恁台湾民政府才几万人尔，啊，恁无来看阮夹，吼，你才会成功。意思是安尼啦，所以敢若讲独立建国都因个专利安尼啦，吼，啊，这个是毋是镜头搁较严重？比头拄啊这个较食力，这是无独立思考能力，是普遍台湾人。迄个中国国民党甲咱教用教科书教，拢教咱填充题，这个答案若爱两字个，你若填三字也毋对，填四字也毋对，吼，拢爱标准答案。啊，台湾人就袂晓思考吼，拢咧等迄个标准答案。因为你考试，你袂使家己凭空想象，哦，无含欧美，含欧美教育个制度无同，尤其以色列，哦，我听讲以色列人因个许多人，囡仔来去读幼稚园，来读小学，当下拢爱问两个问题：你有快乐无？哦，你遐学习有快乐无？啊，你去遐有问老师问题无？你一定爱问老师问题，你才会家己会进步，哦。啊！伊动头壳，独立思考能力，较袂像咱台湾人无独立思考能力，吼、哦。啊！迄阵我咧讲这個故事吼，啊，咱有一个同心，伊昨昏来，我昨昏拄着，吼、哦。伊讲伊较早伫这个罗德有一个龙花堂，你知无？吼、哦，迄一个书啊，吼、哦，发起爱心，因早期啊、哦、三四十当前无精神。医院哈，中华民国的医疗系统啊，无咧来管遮，所以呐，厝里人有精神病的人，真侪拢用管理内底，有诶甚至用铁笼啊，甲关起来，啊，有诶用帘啊连起来，无好出来外口吵闹，好无？啊，不然即个事法官哦，拢去甲遐人拢甲收留来伫伊诶迄个龙华堂，啊，甲因弄过，好无？啊，较出去表演，啊，收一寡迄个人捐献的钱来维持开销。啊！咱个同进较早伫遐做志工、做义工，啊嘛，伊就看一个敢若都原来真正常，啊问讲：哎、欸，我看你都好些好些，啊，你来不爱出去？我讲唔好唔，啊问讲闲啊？哦，外口再介危险呢？闲啊危险？迄外口拢笑的呢？哈哈哈哈哈！我咱个同进，我听讲。我都唔知边个因咧，伊讲外口拢笑的咧，我做危险的，所以唔好出去，待内底较安全。啊，咱台湾民警直接上课哦，咱马拢讲讲笑的对无？讲咱诈骗集团，哦，阮早期我八当前我拄啊接到这论述后，规个热开吼，哦，见到朋友见到亲戚就讲，啊像我讲吼，啊亲戚朋友吼拢避开，到来搞我帮看有发烧无，看他个烧歹无。哦、我有时啊，啊，我呾有一寡民进党朋友，我甲民进党咧讲愈歹讲，因有因家己独派的思想，按咱即嘛甲即套民政府咧讲的这法理论讲好听，就堪咪收钱。好、哦、啊，咱愈急要甲讲咱的对的吼，拢钱甲暗棍紧作大条。哦，
啊，有些好朋友变歹朋友，啊，都不相往来。不由我发现讲啊，咱来改变，咱袂使自认为对了。你来东京讲，因伫国民党诶系统好不容易觉醒跳出来伫独派这边，算盖搞啊！你即卖要搁搞讲伊否定诶独派论述，建国派路迄个路线唔对，要求来咱回归大日本国，哦，这都无遐简单啊！因为因只因为伊好不容易挣脱国民党的束缚，诶思想诶迄个牢笼，伊只因为算作呕呀！你要甲讲比较敖，伊绝对跟你讲，啊你笑诶，啊其实伊也笑诶，我嘛笑，但我笑了对咧，好、哦，咱这個法律论述是对诶，啊所以咱爱用一句话叫做“软蛇困地牛”啊，还是“软蛇牵牛”？诶，一只牛遐大遐大只，你用一条牛丝牛鞭甲扛安尼牵咧走。所以要用女孩子的所谓温柔的力量吼，你若会定你翁仔某做一起啊，和太太落去讲，吼，哎，女孩子咧讲拢较袂向较插向个，男孩子吃软不吃硬啦，吼，所以软软啊讲，好你啊堪咪讲，哎，若无爱听，咱就甲想讲，我们尽到告知的责任得啊，就讲我食了冠军的牛肉面，食好要甲你道招无，甲你报。你要吃不吃？好，就看你家己的福分了哈，卖勉强 ，OK。那么，这个医生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以拥有正确的国际法理，能眼观察未来医治生病的台湾人。所以，咱给他来家学习，就是要学做医生对不？未来医咱台湾人对不对？啊，你来熬，你来要学做医生，爱学好。莫倒流了，流唔到位啊！则癌症器官要流掉，则流唔到所在哦。吼，讲要挂油剂，煞挂到位彭公园。吼，所以新台湾女人爱买来读。吼，你若读无通，吼，出去讲唔到的。吼，民进党原来有一挂高人，你出去堪要讲，有时我拄到迄较高，那旗鼓相当，伊嘛讲个，好像听起来有道理。吼。那么，咱来看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式哈。来，伫美国军政府下骹，咱台湾人，哦，台湾民政府自治，好，啊，用立陶宛的模式哈，拒绝中华民国君主体制下的选举，哦，让投票率低于50%，和国际人士知影讲，恁台湾人袂愿搁予中华民国管，哦，希望要家己自治。过来。根据琉球返还模式和台湾返还啊，过来，跟日本结盟为邦联还是联邦啊，或者咱家己要做一个中立国，跟日本、跟美国、跟中国等距外交，大家拢会当做好朋友啊。好，过来，咱来检讨咱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真侪人来初级班、高级班上完了，拢会问这个问题。那不要叫美国拨经费，予咱台湾民政府发展组织啊。第二个，那不要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啊，甲这个国民党吼、流氓政府甲刷去金门、马祖。都要问这三，要求这三个问题。啊，咱拢袂记咱家己的身份地位。咱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他是位阶的管监管，咱被占领者的下卡。这拄啊昨天，敢那一个公司的员工，伫洗手间拄着总经理，拄着董事长，啊，你来讲，诶，董事长，啊，拄甲足惊人，全笨手，你来不爱扫扫？咱改成这个。台湾人甲像安尼，被占领者咧要求占领方，讲啊你台不安尼做，不安尼做，啊接着咱家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哈、哦。那么美国哈，伫、
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咱含咱日本、台湾是敌对国，咱即摆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而且美国对咱台湾民政府有两项要求，咱敢准备好啊？两项要求就是讲训练四千个人，吼，啊，甲四十一万分的台湾身份证，吼，啊，这你若无做好，咱就无资格要求遮，吼 ，OK。台湾是一架未停的航空母舰，哈，这是麦克阿瑟讲的。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共同来防卫台湾。马英九，伊联共制台，有无？啊，伊也要联共制台，咱台湾人讲讲，煞不要联美日来保卫台湾，因为美日安保条约是保护台湾的。啊，马英九，台湾拢要用一挂议题，和咱台湾人对美国。对日本不满，比如讲两年外前，这个马奎奥，他们的男朋友拍咱台湾的司机哇，计程车司机，好连续一礼拜，电视报纸安尼，规暝规日，透早报到暗，报到宵夜去，拢咧报这个，就是要激起台湾人仇日的心理，哦，去做要求的，哈、哦，过来利用独美牛。瘦肉精的这个事件，中国国民党伊执政嘛，所以伊有摕到一挂美国的资料，把这资料将泄露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管碧林，啊，管碧林这大嘴巴无经过思考，就伫立法院咧质询行政院长，只要那美国要求咱来开放伊的毒美牛，有毒的这个有瘦肉精的牛肉，要去把咱台湾人食。叫做借刀杀人，伊借民进党立军的力量来反美国，好美国人对民进党，吼、哦，做不谅解，对咱台湾人不谅解，吼、哦，所以伊要叫咱台湾人反美反日，啊，伊去清共，台湾人讲讲中了，很多人中了计，对吧？去支持马英九来反美反日，啊、哦，那么。我只要我定咧，暗时咧困，空想梦想，梦想吼，咱台湾伫遮，啊边啊这龙王国家叫做中国，我咧想讲，那咱台湾民政府，咱执政了，咱也来开一个，开两个国际标，要求所有的科学家发明两个物件，一个上大机，搁上来机啊。为咱台湾下骹甲固固好开，啊，过来要求开标一个上大粒的核子的这个动力的这个引擎发动机，甲倒到下骹。吼、哦，啊，怎啊个？甲开吼、哦，开西来看美国。我认为即搭这个圣地亚哥吼，即个纬度足拄好诶，冬暖夏凉，佫无风台。啊，总甲开来遮，啊，无进入伊个领海哦，哦，差不多这个所在袂歹。嗯，安尼阿强啊，迄千几粒的飞弹要射台湾都射袂着啊，好无？这样，哇、哦，这十万八千里呢，啊，因咧 M 组飞弹拢差不多300公里到500公里呢，咱若射15磅落来，拢直接变冲天炮，无效吼，拍咱袂着。啊！伊若要用迄洲际飞弹做寡粒的吼，哦，迄几粒，几粒拢几啊亿，伊无遐侪钱做啦，做遐侪迄个洲际飞弹。啊，而且，你知影阿强啊，迄卫星导航的准的吼，唔拄啊，若讲要拍台湾啊，收啊，拍到美国啊好，美国拄啊咧找无机会要甲你收你，你家己先出手拍的，我甲你拍倒转的，啊，中国就许美国甲逼你啊，美国咧找无机会咧吼。啊，这困懵困，卖乌白忙哦，吼！好啦，啊，这阿强啊，吼，十年前去甲乌克兰买一个空壳，这个瓦格良号的航空母舰，吼，啊，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改装，咧出海试航，哇！啊，这我想讲，像我看到这个图，哎，这是兄拖团的款，无太会加应加呢，啊，你甲看。迄只空壳船哦，因为乌克兰要卖时，就甲武器啦、引擎拢拆掉，所以阿强啊，
开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靠为乌克兰安尼一直拖拖用拖拖登来到伊呢中国。那么经过改装，家己做演员导去，你看啊，一个演员都做袂好啊，一个娶了拢妖艳，我叫伊是遐拖拖呢。大概是清朝迄阵的北洋舰队哦，啊，这若要拍足好足简单呢。你若看黄咧个安尼跑向遐射的都对啊，拢免 GPS 定位，拢免什么高科技的什么卫星导航的飞弹，免。啊，遐咧个安那都炮弹向遐甲开就对啊。了，真有两公哦，所以我甲何讲啊，伊这个瓦良格号叫做瓦良公号。啊，咱即马甲笑哦，哎嘛笑下伊家己歹势改名。不要改施琅号哦，施琅郑成功的施琅叛变号，施琅号。啊，咱台语甲他讲施琅号啊，我全施琅啊，靠腰。啊，咱即马甲笑笑下伊歹势，即马搁改名，改一个号做辽宁号啊，台语讲辽宁呐，哇，啊两公啦，施琅搁辽宁啊，看即只，啊真正有两公，因为全世界成军吼、哦，航空母舰成军。电管无航空无迄个战斗机都啊只只哦，规个甲板清气溜溜啊。讲这个是航空母舰，航空母舰若无战斗机吼，拢无战斗力啊，因为连防卫都有问题嘛。因为比如航空母舰电管绝对做着无人机有战斗机啊，有迄个空中预警机有啊。电管拢无半只，安尼是被塞出去，讲做靶舰吼，靶船吼。所以真正有两公，哦，啊，真正有了连。啊，这几年啊，哦，大家拢讲，哦，阿强啊，科技、甲武器拢足进步的。啊，咱来跟美国做一个对比。美国雷根总统吼，因是1982年就成立一个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哦，啊，这是美国总统星际计划内底哈。这个美国雷根总统读到真好。真有地位，伊利用星际作战这个计划哈，引诱这个苏联开足多钱，因为迄当时美国的核子弹跟苏联的核子弹势均力敌，有恐怖平衡的这个味道，就是讲你也唔敢射，我也唔敢射，因为若射了，两边的飞弹会当灭地球灭700以上。保证互相毁灭，所以啊，保证没有人敢按那个按钮启动核子大战，哦，一直恐怖平衡。但是美国雷根创一个星战计划，就是讲我伫外太空，你要甲我拍我的基地，你无迄个能力，啊，我从外太空可以用镭射，迄镭射迄是光速，伫几秒钟就到你的基地，甲你的迄个核弹基地断掉去。苏联惊到，因为我没有防护能力啊，所以就请所有的科学家、人力、物力拢投入了研究，原来要做那个杀手卫星这方面。啊，所以造成苏联经济崩败，所有的人力拢伫咧开发伫无生产民生物资的所在去，所以苏联的妇女要去买粮食、面包，排队拢爱排几啊点钟，愈排愈久。哇，排几波诶！哇，排几工，排到遮个妇女受气，走去工厂，甲因翁斗，规个吵吵去，因拢还阁像共产主义安尼，去抗议人，免做工啊啦，无饭通食，是咧做啥物工？啊，其实有诶，迄个牛肉工厂，还是猪肉工厂，咧切片诶吼，遐工人啊，哎呦，因某硬甲掠出去，啊，无人切遮物件。当然嘛，无粮食上市，所以愈食咱到尾啊，整个抗暴啊，甲、哦、这个苏联规个共产主义推翻啊，你看苏联人解体啊。阿恁倒转来讲，美国因个科技就真正足先进嘞啊。阿恁先来看，伫太空这方面，因为太空科技就是标志一个国家的科技的能量嘛哈、哦。那么1969年7月20日。美国的这个太空人阿姆斯壮就登陆月球啊，哈，好不好？啊，这加几码几年啊？
四十几年啊，好、哦。那么你来想，四十几年前美国的，而且我拍的是阿姆斯壮，不小心那就撞上月球啊，哦。还有用波波猫注意呢吼，哎、啊，港英的照着啊，拿去啊，他也起了几句啊，啊，将错就错了哈、啊。我从出边的看到，我把马把啪一啪，我讲所有工作人员明天早上八点在广场集合。哎、啊，文发出来后，又大家笑噶，因为黑文电管那工作人员，我怕的是怕了那个高山那些人，那个搞那个员呐、啊，工作人员呐、啊。我刚才太空科技在有人员，我这里美国已经四十几年前就会当登陆月球，啊，两千十二年阿强啊，拄啊要搁咧学太空舱对接有啊，啊，你看安尼差人四十几年啊，吼、哦。那么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逐渐转变做主权独立的国家，干嘛呢？因为这个民进党的一个国际法理论述的专家，叫做陈良基，这伊讲的，讲台湾经过几啊届总统大选、民主选举，所以已经渐渐变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咱秘书长记一下咧，吼，我甲引用，伊讲，你在汝良啊，现在讲叫汝良啊，看不赢。就是咱时阵看汝良啊，足看袂起的，吼、哦，伊坐的车，骑到足够新鲜，连伊都歹去，吼、哦。人讲叫汝良啊，吼、哦、啊，嘛，你赛汝良啊，看看赛，渐渐啊赛，赛到尾啊，即只变做变做的，拄啊像安尼意思，吼、哦。啊，你卡拉车看我骑，骑到尾啊，原来变一只 BMW 迄个撞击出来，讲笑的，吼、哦。在国际法无这款法源啦，哈，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哈。因为台湾的战争在哪还袂形成，主权还佫底下伫美国手呢，美国无可能放出来，你得爱形了形清楚，吼，唔该当去多销。咱去甲银行用土地啊，出去甲银行借钱，咱就底下伫银行的手呢。你得爱对你甲钱拢形清，唔该当去办多销，对不对？同样的这个道理嘛，你战争在你无行，美国永远就把台湾等于在你的手里，无可能放出来，无可能行日本天皇、哦、所以因咧讲用民主选举就会当变更做台湾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无可能、哦、因为还佫有这个一条伫咧哈。所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就是你无提钱来行，你就要甲台湾搞提起对，哈、哦。所以这是美国随时爱出兵保护台湾的这个原因，哈、哦。好，那么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哈、哦。来看哈、哦，第一政治的台湾，啊咧，这个中华民国国民党的系统是安尼，哈、哦。台湾独立当局就较早流亡中华民国政权，哈、哦。蒋介石这个政权，伊的头家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啊，这美国在台协会，嘛讲是民间组织呢，啊民间组织会当管一个流亡的中华民国啊。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头家国务院，啊，伊的上司嘛是美国总统啊。那么法理的台湾这边，一开始咱台湾民政府，那个。顶头上司是美国台湾军政府，啊，伊个顶头上司是美国国防部，当然顶管嘛是美国总统。啊、哦，你只看，你就知影讲，这边讲的政治台湾，就是拢讲政治话。所谓政治，就是高明的骗术，哦，创意的模糊，拢讲一挂模棱两可的，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就是这边的，一定乌龙写到，就拢这边的。但这边呢，法律的它，所谓法律就是法律按哪规定，法律按哪规定，照法律规定来，一步一步来，袂定收银定变，哦，袂定乌白来。所以现在
台湾1996年飞弹危机，美国军政府随向美国国防国防部反映，向美国总统提出讲应该爱派兵，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打。美国总统雷根，美国人是克林顿，随核准国防部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出来保护台湾，因为伊若无派出来，就是违反台湾关系法，哈、哦。OK。过来，咱来分解新日本国甲大日本帝国。新日本是伫1952年4月28日，迄天啊，旧金山和平条约迄天生效，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成为新日本国。哈、哦，因为1956年，这个新的日本国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日本天皇等于袂使阁管代志哈，拢是日本的首相来治理即马新的日本国。那么，啊，讲者较直的、较歹听的讲，新的日本国等于背叛日本天皇，哈、哦，而自治，啊、哦，你会记什么叫做联合国？联合国就是盟军，尾啊来成立。1945年10月25日成立联合国，哦，就是由51个盟军做起头，啊，阿尾啊有足侪殖民地独立了，拢加入联合国，啊，不上早是盟等于，啊，做国联呐，国际联盟 ，OK，啊，所以盟军跟大日本帝国是咧修建的嘛，啊，你即马加入敌营，加入联合国。等于加入敌营，好吧？好，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是自治政府了哈。好，啊，你注意看，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拢红色的只啊，为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加韩国，啊，再还佫有南龟的岛，只有台湾没有，包括南沙群岛。结果电脑。根据波茨坦宣言，日本敢那会当留这四大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哈。啊，迄阵琉球由联合国托管，委托美国托管。台湾根据麦克阿瑟一般命令1号，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接管，哈，一直到今嘛。所以，这是美国的大战略，美国不爱。和你日本本土这四大岛过来跟台湾结合，所以一直放任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吼、哦，来糟蹋咱台湾人，不要让咱台湾去跟日本联结做伙起来，因为以台湾人的头壳，台湾人台湾牛的才认真拍拼，会当发明做些新的物件。你看咱台湾一粒仔囝呢，安尼。在这个电子工业 IT 产业，吼、哦，会当影响全世界。九二大地震的时候，哦，外国人真紧张，因为足侪电子零件拢台湾生产的，那因为地震迄机啊，迄个有一个造假呢，无多生产新的物件出来。但是咱台湾人的这个反应能力，赶紧修理，赶紧重建，哦，连咪得个恢复，一个月后就生产的迄个得个恢复啊，哈、哦。所以台湾人。是真巧，就是台湾人欠一个好的领导人才，欠一个像柯文哲这款有日本精神，哦，讲实话做实在的代志，哦，日本人无像中国人安尼，中国人讲，迄、那个讲一本机，啊，做无一汤匙安尼啦，讲一条啦，做无一汤匙安。哎、欸，即句聊可能足侪人听无吼、哦，聊是啥物件？唔知嘛吼、哦。以前用竹子做起来一个足大的迄个容器，我咧做新娘子有时啊，顶完搭一个迄个叫啥？米胎嘛，啊，你把它放大大概20倍。感冒吼，好、哦，有人讲感冒吼。哦人神比人能够大足大，对，人嘛足酷，无人讲啊吼。
搁一个你嘛介久毋捌听了，西夏啊，足久无人咧讲啊吼，家己啊有无？手提袋，嘛足久无人讲啊吼。好，到底啥物人较会当讲叫做台湾人？有人讲按、啊、只要你认同台湾的人，就是当做台湾人。哦，啊，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嘛，足认同台湾的呢，哦，足爱台湾的呢，好不好？哦，爱台湾人。这逻辑，你若无你深入研究，你会感觉很啊对啊呐。只要爱台湾，就是台湾人啊。哦，一般人拢，你若出去讲讲，啊，只要是爱台湾，就拢会当做台湾人。啊，那这个逻辑也通。哦，啊嘛，足侪人爱美国，啊，爱美国，感觉美国人，嗯，袂使嘛哈。好，过来，住伫台湾的人，无论新住民还旧住民，哦，拢会在做台湾人。这么民进党真嗨呢。有咧推广这个论述，不论你先来后到，哦，啊，先来后到，哦，拢会当做台湾人，哇，惨啊！啊，遐走路来，啊，包括逃脱来，拢会当做台湾人啊，咱就免甲遣送回去啊，吼。过来，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人，歹势，你有这个身份证是代表你中国人，这袂使啊。所以这。以上皆非，你若真讲要变作台湾人，爱经过咱的迄个叫《公民权利法案》吼，咱台湾民政府所颁布的《公民权利法案》，根据内底条文，你若合格了，你就会当做签身份证做台湾人。一定爱经过合法的程序，得爱有意愿，啊个自愿去办理。第三，经过合法的程序，所谓合法程序，就是他都要讲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合法程序，你才会当做台湾人，哈，这点要了解哈。唔是讲你认同台湾、爱台湾，还是住伫台湾，就会当做台湾人，唔是哈。啊，即咱台湾民政府，即个内底上重要一个，即是公民权利法案哈。即以前的版本，啊，你即么新的应该是红色的封面的哈。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哦，所以我爱摕这张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唔是摕这张中国流亡政府发的，啊，这张唔是哈。啊，头拄仔咧讲这个意涵，即我定咧讲，爱一定本土台湾人一定摕着 TW 这个身份，哦，你若摕着这个身份，将来靠资格做台湾民政府内底公告人员，哈，一定买定参选权。啊，不论你是做候选人，还是去参加投票，啊，所以以后台湾的问题，拢是有摕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的人咧决定台湾的前途，所以就无难以对抗啊。因中国人无法度摕到 TW 身份，就无法度来做老师、做公务人员，就袂阁误人子弟，吼，咧教歹咱的囡仔大细，甲台湾人阁教甲变中国人，所以将来遐中国籍的老师。咱民政府执政了，那训练好的老师就去甲因接管，互因退掉，吼、哦，公务人员同款，吼、哦、啊，所以选举拢台湾人咧选台湾人，就无难以对抗啊，无像即马拢咧烧牛后脚，无论哪个去哩，哪个牛后脚，哪个去哩，哪个牛后脚，拢都咧空转，吼、哦。好，那么。台湾人，我咧个，你甲咱本土台湾人讲中国国民党来台湾，哦，敢若像成功大捷这张大榕树安尼吼，来台湾吃香喝辣，食甲安尼肥肥胖肥胖肥，食勇敢，伊个根深入台湾各阶层，安尼树咱个台湾人个血汗，哦，成就因。国民党独大，包括因的官员，像连前安尼做三代公务人员，一定有300几亿的财产，哦，对吧？这拢咧食咱台湾的血汗。啊，咱日军的自认来讲，咱起码有三个媒体，简称三明治哦，三立电视台、民视新闻、自由时报，简称三明治，哇，结果无效。
有呐，国民党电金伫台湾遮深，所以你这三个无论报纸、电视，等于像咧甲这张手啊，咧红台尾同款吼，新上计甲这树尾这个树要扫一挂掉，这张手啊，安那好好。那有啥物风暴，食安风暴也好，吼，啥物黑金的风暴，啊，拢一段时间过，阁无代志，国民党好像又船过水无痕，啊，六十几年来，六十九年来，安尼无代无志，对因来讲也不痛不痒，上计是几个啊余文下台呢，啊，就阁无代志啊，台湾就阁袂，台湾人阁袂记啊，所以伊即摆还阁真健壮，伫遮，伫台湾咧输咱，继续咧输咱台湾人的血汗。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就是要训练大家，会当认识国民党的恶质，哈，认识咱台湾人的身份，咱不是中国人，啊，咱唔卡会当甲伊区隔出来。啊，台湾民政府所咧讲的法律，就是咧乌伊的根，甲伊的根乌断，乌伊无法度去诉台湾人血汗，吼，咧供应伊遐黑金挂钩遮个系统，啊，将来伊若无钱通去买票。将来选举是拢咱台湾人本土台湾咧选啦，吼，反正咱赶紧买甲国民党引落倒，吼，这是咱民政府成立的宗旨之一，吼，啊，国民党要求美国嘛要倒出力，吼，甲伊请去金门妈祖，啊，台湾水就水啦，吼，啊，人见人爱，所以伫这个航海强权。大家拢想要抢台湾，吼、哦，所以过去西班牙啊、甲荷兰，吼、哦，拢占领过台湾。哦，伊早期因这海上强权，就是因迄当时是先进国家，吼、哦。好，哇，啊，今天拢了呢。好，那个台生，过来我来讲。继续讲一个台湾主问题一挂问题哈。那么，咱台湾人过去和国民党洗脑啊，那么尤其切读愈悬呢，真侪人愈相信国民党一套，所以即卖伫国民党内底做官遐人拢做够读册，但是可惜因拢读死册，因拢无好用，所以啊真奇怪。做一好的人才，伫国外学成归国，那你要国民党的行政系统，遐人才拢会变做奴才，安怎？国民党拢用威胁利用，甲你控制掉咧，互你无法度好啊表现，吼、哦。即摆咱来看讲，美国跟台湾有关的条约法律，咱台湾到目前为止，跟咱上有关系。两个国家就是美国甲日本，所以咱来对美国过去跟台湾有接触的历史，咱拢来了解的。啊，这南加之盟，伫1867年，美籍的商船叫做罗美号，后人讲罗发号，迄翻译的问题哈。伫台东的外海船难，真有可能我头拄迄张相片哈，台湾足水的哈，迄所在。船员上岸后，随后南排湾族杀害。所以美国向大清抗议，但是大清政府甲回文讲，用白话文来翻译讲，访辽以南不在版图，就讲迄毋是我的版图，迄毋是说我管辖会到的所在，哦，因为伊讲迄是拢生番之地，哦，我管袂到，哦，你也得记，大清拢甲沿山迄所在拢有设人质关，平地人来到遮拢爱停咧，袂再搁入去，到遮拢爱停止。啊！你若入去迄个高山原住民族出草台籍，台青无负责吼，啊，所以台青是用安尼咧卸责。啊，所以美国准派迄个领事叫做李里浪去跟南台湾族的18社的头目周继祖来签一个条约，吼，啊，伊内底内文基本上就讲南台湾族地区非清国的领地，吼，啊，这叫做南加之盟，是美国跟南台湾的原住民族。所签订的一个，也是国际条约。伊内底就讲，将来外国的船只呐，伫发生船难，要登陆起来，白天
爱拿红旗啊做信号，上岸伫安全的地方停了，就袂使过入边，爱等原住民族出来抓。哦，你袂使随意入侵因的领域内底，吼、哦，因的传统领域。那么呢，暗时啊，得爱点火把做信号，我呢上岸，伫安全的所在爱停落来，吼、哦，较平房的所在都要停了，吼、哦，啊，这是南夹之盟。那么迄阵要签约，有一个故事啦，吼、哦，就是迄阵，人个讲反，就是讲，敢那讲袂听，做歹沟通。所以迄阵，这个李亮有请一个翻译官来咧翻译，吼、哦，啊，这个翻译官原来读个真好，因为这个李亮吼，伊、哦、有参加这个美国的南北战争，还有一个目睭判去，所以内底倒预言倒假目睭。啊，迄、那个翻译官来讲，等下若讲袂好势吼、哦，你来惊受气，吼、哦，啊，甲目睭拔落来，哎，我、啊、所以。你要来底咧，看迄个卓志独，迄个南台湾的头目咧讲啊，讲袂好势，啊，这李李人就真啊惊啊生气，当刀啊，啊，准甲目睭摕一粒，摕出来，摕到刀啊顶，哦，啊，这南台湾族这个头目看着惊着，要求啊，这是人啊鬼，会当甲目睭摕出来，哦，准惊着讲，关好答应签，南家泽门准啊签起来，吼、哦，啊，这是一个故事哈。哦过来，跟咱美国跟咱有关的，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哦。过来，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两个是美国跟咱台湾上有关的一个是国际条约，一个是美国台湾关系法，吼、哦。咱来了解根据这两个，吼、哦。那么是按照美国要甲台湾的地位这个问题来巧妙模糊化，你也会记，美国所有的作为、所有的动作。拢是先考虑美国人、美国这个国家的利益为第一优先，吼、哦，当然是利己又利他，吼、哦，但是一定先考虑利他自己美国这个国家。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嘛爱配合美国，咱所有的作为爱考虑到美国的利益为优先，安尼美国唔该会甲咱斗相共。安尼若自主行，要像民进党安尼，拢咧牵美国咧。对抗的，安尼美国无可能甲你支持，吼、哦。除非像咱台湾民众用国际法理，啊，即个国际法理，哦，大部分是恁美国你家己嘛承认的，啊，真侪法律嘛你家己写，啊、哦，包括这有无？头拄仔咧讲的这两个，就真的和平条约，嘛是你当时做到国务卿的这个杜勒斯，伊说你定的嘛，吼、哦。啊，美国台湾关系法嘛是恁参众议院高票通过的呀。啊，拢照你的法律来，啊，咱照美国的法律，啊，美国就无法度，照美国的法律，咱甲过，所以2006年，咱过美国，敢若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甲咱受惊，咱秘书长就讲，咱赢一半，咱过了对啊，咱找着冤亲债主啊，债主啊，你若过唔对，你来去甲过英国，英国无必甲你插，迄毋是我咧管的，台湾毋是我英国管的。所以伊甲咱受惊，咱比如讲，咱赢一半，咱已经过了掉啊。伊甲咱受惊，代表讲美国对台湾澎湖有管辖治理权嘛？唔靠伊会甲咱受惊，无美国法院联邦的法院，他会敢甲你受惊？那不是一贯的哦。有司对台湾澎湖有司法管辖权，就代表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哦，无第二个啊，哦。好，那么伊要甲台湾地位问题化。这就是在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伊利用中华民国来甲台湾的水准持续低，卖遐进步，像日本安尼遐进步，无爱互你含日本搁黏做伙。好，啊，伊顶个中华民国敢那伊个白手，美国的白手套，美国伫后壁咧操纵，这个手套变那叮当。好、哦，啊，中华民国卡去甲咱征兵。叫讲咱比占领免做兵诶，我，咱去，伊甲咱讲咱中华民国是咱诶祖国无？占领军伫1945年10月25号，入来台湾了，吼、哦，就讲所有的台湾人回归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哇！
啊，咱台湾人当时拄啊战败，大家都避秋的，足惊。反而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占领军来，唔知要安怎甲咱修理、甲咱糟蹋。向甲咱讲，哦，咱原来是战胜过中华民国，我们回归中华民国祖国，大家拢嘛要做赢的这边，足侪台湾人跳过来做占领军，做胜利的这一方，不然要做失败那边，好吧？台湾人无志气，直接表现出来，短视近利，安尼出卖台湾，等于出卖你家己嘛，出卖咱的子孙的将来。好，啊，这个模糊化，台湾人头壳阵火，叫咱去这边，咱也去这边。哦，迄阵去这边，佮挂彩带，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务，有无？哦，讲到敢若真的呢，台湾人查甫的，哦，拢差不多拢爱去这边。熬做两年，熬做三年，啊，所以民进党有一挂立法委员咧讲做三年，吼、哦，加做一年，不也叫因搁加签一年，嘿吼，因讲要讨入一套无，要讨迄一年的这个加做的迄个薪水补偿要赔，其实唔是赔一年，做两年赔一两年，做三年赔三年，做愈久要赔愈久，台湾人根本。比见面，根据国际战争法都免做兵的吼，所以将来这条小爱特吼，爱向国民党特，啊，美国就利用国民党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啊，佮家己爱买武器，哪啦？中华民国向美国买武器，钱送出来，咱台湾人最近出来啊，所以台湾人爱做兵，爱佮交钱去买武器，来替美国过大门。因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这是美国的前线，第一岛链的前线。啊，咱台湾人，家己去这边买武器、纳税金，啊，咧替美国过大门。啊，你看咱台湾人有衰无？去用占领就爱去这边，啊，这边佫爱买武器，买武器佫爱家己炸便当去过人的前线，啊、所以。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对美国不利，伊唔免照讲是美国爱派军队来占领台湾，美军爱大家顾好。拄啊像当时，拄啊然后麦克阿瑟派美军去占领日本去四大岛，对不对？刚好叫日本人去做美军无呢？好，啊是尾啊韩战爆发，美国为日本搞遐。美军调去支援南韩抗战、哦、对抗北韩。日本说国王在抗你，啊，美国嘛发现唔对呢。哦，啊，我替你咧顾恁日本，啊，你所有人拢认真咧发展你的工业商业，啊，来趁我做一寡做好的汽车、电子产品、收音机、录音机、卡面啦，啊，拢销美国，搞我美国的一寡。大间公司拢共倒，像迄阵较早 RCA 做有名，嘛有日本甲共倒吼。啊，恁拢唔免做兵，啊，尾也美国发现唔对，讲啊，无恁规个恁，虽然麦克阿瑟和平宪法规定你袂使有军队，毋要紧，无恁做自卫队，啊，自卫队是安尼来，吼、哦，叫你日本你家己爱对用一个自卫队来防卫自己的国土，吼、哦，自卫队是安尼，啊，这些东西美国。伊对台湾用模糊化，就是要尽量伊免派美军来遮顾，免美式装备来，拢免开美国钱，啊，因为美国大兵领美金，遐话足贵个。啊，我去做兵，我二等兵，我领300块，一个月领300块，哦，俗价个吼。啊，若迄阵个美军一个月可能安领要1000块个美金，哦，我做甲退伍时，看领450块。哦，做两年了，近450块，敢那坐高铁到高铁站，为只坐都头100块无够。好，啊，这是美国为了伊自身利益哈、啊，美国不爱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冲突，哦、啊，伊把咱台湾当作一个敌啊，原则上不正面冲突，除非有利益的关系。伊若需要美国，若有需要中华民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时，比如讲九一
哦，美国两个世贸大楼，有宾拉登的恐怖分子给弄崩去了，启动全球美国的全球这个反恐怖组织的这个圣战，结果需要阿公啊配合的是，伊就把台湾和阿公啊看，就宣布讲我无要卖武器哦，台中华民国这个台湾，啊，咧管的这个台湾。伊即马咧讲的台湾是台湾治理当局，简称台湾哈。啊，即马啦，阿公啊，若无要配合，伊就阁发布消息，我准备要卖啥物武器，要有台湾，啊，拢咧算这款的哈。那么，咱许做企业啊，做六十几年哈，今年算得进入第70年了哈。啊，美国嘛咧等咱本土台湾人爱觉醒。超过75%，你会怀疑讲，安内唔是51%，因为爱加赢25%，准备要买票用的。哦，我伫初级班有讲过，连新民嘛要压去咧买票，好吧？林长提钱，啊，乌都穿夹克，内底唱一个仙，关公还是妈祖，等你里长还是林长钱摕互你，你收起了，伊就显贵讲，欸啊，新民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对不？所以你若无觉醒，超过75%，加25%互伊买票，佮看安怎买，咱起码嘛要51%就赢吼。好，啊，这个秘书长有讲过，好来，咱来看这個，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我们台湾人学习。啊，这奥巴马伫参众议院，这国会咧演讲的时候。啊，就两组人都拢无徛个，人其他个参众议员拢徛个拍布啊，啊，就这两组人拢坐伫遐点点。啊，咱来看这两组人是啥？这是何方神圣？哦，这组啊，因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啊，你看，这些军人大家拢正襟危坐，啊，这个个免啊避免，加上奥巴马欠的花钱无拉袂还。不哩个信奥巴马，伊个讲较精彩，伊也袂笑，也袂拍扑啊，也袂徛起来。过来另外一组人，因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哈、啊，大法官们是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鼓掌，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端啊，司法公正。好、啊，因今天三权分立是分甲真清楚，美国总统握有行政权。好啊。啊美国国会参众议院握有吼立法权，吼啊司法部门吼应该徛伫。你要看美国的因的这个联邦法院吼，因拢用这个亲啊好无吼对无？司法的天平爱公正，袂使偏对一边。那么因有一个司法女神，迄、那个司法女神是哪？反正这因这大法官年纪拢较大啦吼。这司法女神伊是。目睭看袂哦，包一个迄个眼罩安尼看掉，就是安那代表啥意思？司法是公正的，六亲不认，你犯啥物罪，就照法条判。哦，所以爱目睭爱看个，唔好看到讲哦，这个是做到偌大吼，啊，这爱轻判，无这个代志。伊一只手提剑，哦，代表正义哈、哦，正义之剑安尼哈。另外一支手提亲啊，天平，代表讲爱公正，啊这边爱有公义，哈，啊目睭看嘛爱六亲不认，好安尼。那么咱台湾人身份叫，哦切长亭对啦，还有我那看唔对啦，宪法一中，伊拢讲宪法一中有无？啊，有影伊切长亭吼，伊伫这个伊的政治路线吼。我那真辛苦，伊起起落落，伊选台北市市议员的时候，最高票当选。啊，结果伊想讲第二任要连任的时候，伊票卖提下子，蒋介石替伊会当当选两席，所以伊就宣布讲：啊，你分一寡票给别人，我去给伊最高票落选。啊，即马选立，我改选立委员，最高票当选，佮提较上济。第二届伊佮讲分一寡票给别人，我一个最高票落选。所以我讲谢长廷嘛，去走走停停，啊、
啊，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哈，这拢错过了哈。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人竟生气的说：“那我们中华民国呢？”好吧。所以民进党已经把中华民国讲是台湾的最大公约数，安尼是不是代表台湾人？包括民进党的高层，家己头壳嘛无清楚哈。好，那么我今仔日时间到，我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再阁向各位来报告。好，多谢，谢谢。